上来就打我一拳。呀呵，你这么大一条龙，你打小孩，我爹都不打我，我也不能让着他呀，我就扎他一下。他又打我一拳，我再扎他一下，结果我们两个人就我们俩大战了300回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龙王三太子大喊一声：停，别动，腿抽筋了。千万，谁曾雪中送过炭？